跟住咧，我哋要為各位觀眾咧介紹一曲咧，就係、是、一首雙子喉嘅對唱曲，張澤明嘅作品《還猜忌》。陸游同唐婉咧，本嚟係一對恩愛夫妻，可惜母系不良，而陸游嘅娘親更加認為呢個唐婉咧就係冇子嗣啊，因為入門多年，於是乎夫妻二人被迫披離。離開後，二人各自嫁娶。三年後，二人偶然喺沈園重遇，呢一見令到唐婉抱病於床前，而陸游後娶嘅夫人黃春娥是一位賢惠的妻子，於是他得知唐婉是抱病，今日過府探望，而唐婉亦都覺得自己應該將當日定情的信物猜頭講逼還俾黃春娥才至啱嘅。咁為我哋演繹唐婉的咧，就係、是、粵劇新秀陳海文小姐，而演繹呢個黃春娥的咧，就亦都係熱愛曲藝的票友郭婉明小姐，有請佢哋兩位。Thank you.
轻